什么？真人还来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跟你，你确定你刚刚那个不要吗？刘宇宁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在贵宾席。嗯？你往那边看。贵宾席在哪？公平。公平。哦，我看到你啦，小刘 ，Hello 啊。所以他能跟我交流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。他说不了话呀。可以连麦。怎么连呀？我不会玩这个。刘宇宁比较有心得，你能发起连麦不，小刘？我等等。我来瞅瞅。好的好的，给你发了。邀请用户，给他发了，接受上麦。然后呢？你们两个可以。哎呀呀呀呀！你为什么没开摄像头？我就今天没化妆呢，我就别开。哦，嗯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没化妆，我化妆了。你化了？那没有，因为今天你过生日嘛，你是主角，我就低调一点嘛。是不是？是的，但是你的封面挺帅的，头像挺好看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不能你这么好看来那个说我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环节。是，这不给你惊喜吗？你不过生日吗？生日就是厉害呀，对不对？非常开心，我非常开心。我刚才看了一会儿你直播，我觉得你可以没事就弄一弄啊，真行啊。是不是？我有这个想法。是不是？之前我想过要去你直播间玩一玩的，以后会来你直播间哦。对，可以啊，你没事过来。但我给你直播提点小小的意见。什么意见？就是没有伴奏。我知道，我就缺了你那个电脑，你那电脑有特效，一按我讲到开心的时候一按，哈哈哈哈哈，大家都开始笑。是是，可不是吗？就是你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我有手动的。等一下，待会儿看我手势。我手只要这样一翘，就准备笑。好好好好，谁没笑扣工资。所以我刚才看你直播，我特别佩服你们。我特别佩服你，我这个人工的。对，没错，你这个比我厉害，你这个。我这个不带重样的，笑声。是的，还有人鼓掌呢，是不是特别棒？我觉得真的是，绝了。我这个笑声不带重样。对，但光我有个事儿问你啊。什么事儿？首先呢，要祝你生日快乐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对，前两天咱们已经说过了，我都提前都祝你了。前两天我们吃饭说过了，但是嗯，等我，你祝我生日快乐是不是有生日礼物呀？那当然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必须得有啊。什么生日礼物？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，就在这个世间所有的美好我都可以。哈哈哈你让那个笑声，你把那个笑声调小点声，有点太吵了。你们那个伴那个气氛组稍微小声一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对，够了够了。世间所有美好，你只要跟我说，我都会送给你，但前提不能超过300块钱。300块钱，300块钱也挺好的。可以，你说你要什么，挑一个，挑一个。这样，你送我300块钱的礼物，到了你生日，我就可以还一个301的礼物。是不是？是的，我送300块钱送什么礼物给我？这样吧，你说，我送你个皮肤吧，要不你老婆皮肤哪？皮肤最贵的才多少钱？哦，也忽悠我，皮肤最贵的才100多块钱，也两个皮肤。好，我送你两个皮肤，行不行？哦，来点抖音什么玩意儿什么的，那至少我赚了，那应该会超过300块。回头我就告诉你，你记得把礼物打到我的号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第二个事儿就是刚才听说，就是他们放了个歌，然后放了一首我的歌，当时你没听出来是怎么回事？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，也倒是没有。我说了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会回去听3遍的。是的，作为我的朋友，我觉得这件事你应该检讨一下。你的歌我都反复都听，那首歌，你在忽悠我吧？那你唱句芜湖，嗯，那你唱句 Sweet， 爱你芜湖，都是你唱，都你唱的嘛，都是。值了，朋友们，直播间看到我手势了吗？
好听好听。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今天来到就是赚到。刘宇宁来到我的直播间还唱了呜呼，哇，太棒了，你这主打歌曲棒，棒棒棒。行，反正那也祝你最后祝你生日快乐，今天你跟你的这些朋友粉丝朋友玩的也挺开心的，我看的，反正是的，我代表你的这些朋友跟你说什么，没事就多播一会儿好不好，多跟大家玩会儿玩玩什么的。我看你今天怎么等我呢，我看你今天玩的就是也张牙舞爪的，我觉得挺嗨啊，非常不错。那直播结束了，你得记得哈，皮肤。行，要不我觉得皮肤这个不太行，我就要不这样说，今年生日礼物我就送你一套直播设备，然后你明年直播，你明年生日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用我的设备，是不是？说的也挺好，是不是这个也可以？听说这灯挺贵的。不仅灯、声卡、什么麦克风都是钱，我跟你讲。OK OK， 你的那个气氛组也给我安排到位。当然没问题，那个是必须得有的。嗯，气氛组。好的好的。嗯，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没问题没问题，能不能给我摁个皮肤加设备？对，能不能给我摁个掌声？能不能摁一个掌声？摁一个掌声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谢谢小刘。好了好了，撒花撒起来。好嘞，俊哥，你跟你朋友玩吧，我先撤了啊，我去吃。好的，好嘞，拜拜，下次去你直播，拜拜，下次去你直播间。我们前两天还在跟刘宇宁吃饭呢，他都没跟我说，嘴还捂得挺严的。然后干什么？下一个，然后继续我们刚刚的游戏。